你安全吗？这点出息你！你不爱念书，但脑子还算聪明，电脑更是无师自通。你对大神的力量一无所知。两个男人就不能有点私事儿？嗯？疯了！这帮人彻底疯了。人家可都是正义的网友。他们是正义网友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挂在网上示众的公交色狼。双剑合璧，成了，成了！不对，是三剑合璧。一条心，一家人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乔淮，你觉得我跟沉默，谁才是你的最佳拍档？为了找到当年骗我干妈的团伙，沉默对犯罪分子的网站投放了病毒，复仇我就意外的泄露。陈默当时为保护，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在你失联的这两年里，我太自责了，已经都对人丧失信任。不过自从这臭小子出现以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小浩海，你这次真惹到一个厉害人物了。小心！真厉害，假厉害，等抓到他就知道了。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兄弟，但你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。小豪还跟我说过，我们这一行需要的不是掌声，而是没有哭声。我可以处理烂摊子，但我没有办法让一个混蛋变成一个好人。我去！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。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你。